藏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医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，具有理论体系完备、诊疗方法独特、临床经验丰富等特征。近日，藏医典籍四部医典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。源于藏医药典籍四部医典的医学彩色挂图漫唐第二幅至第四幅，以术语方式，直观形象地阐述了四部医典根本部的基本内容，展示古老藏医独特的思维导图。 藏医药大学教授罗布顿珠近日向记者揭示，三幅数玉图分别描绘了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、藏医的诊断方法及治疗方法，其根、干、枝、茎、叶、花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，则清晰明了地诠释了藏医药学基本理论体系及概要内容。数玉图的呃主要的内容是把藏医的所有的内容通过数的。 形象来描描绘下来了。那么它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教学，教学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思维导图一样。它既能把四部医典也好，医学的内容、枯燥的内容做的一个简单和形象化，所以在学习起来非常方便，这是第一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呃，给别人介绍的过程当中，有那种简单明了的一个作用。 罗布顿珠介绍，藏医中的三棵树玉图主要由白色、黄色、蓝青色组成，其中三种颜色分别代表三阴学中的培根、赤巴和龙。每棵树所衍生的树干、树枝树、树叶、花朵及果实，形象地描述了生命的全貌，揭示了健康与疾病的基本关系。 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疾病，或者是呃身体里面的不同的功能。在藏医当中，主要讲述了四、呃、三大啊、呃、内容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是三基因学。三基因学当中是龙、赤巴、培根这三个内容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树当中偏蓝的、偏黑色的，这个是龙。 龙的一个表现，龙的表现，然后偏黄色的这个是赤巴的，然后偏白色的是培根的，这就是三三大物质也好，或者是三基因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表现。在藏医术语图诊断之术中，形象的描绘了对疾病的望诊、触诊和问诊等三大诊断方法。 治疗之术则分出了四根树干，分别描绘了饮食、行为、药物和外治疗法的基本内容。这是呢，藏医的术语图当中的治疗学的术语图。那么，藏医学认为，藏医治病的主要是呃四大板块、四大内容。第一个是通过饮食来做一些调理，这是饮食的一个树树树干。然后，另外一个就是通过集聚行为。那么，第三个是药物，然后最终是。 呃，做一些外治和手术。藏医认为，只要有病，先不要吃药或者是做手术，首先从这个饮食和集聚开始调节。这个是一个藏医的一个呃治疗的一个方法，或者是治疗的一个原则。据罗布顿珠介绍，在藏医术语图中绘制出了学习藏医两个主要目的，即治病救人和健康长寿。藏医在治病救人的方式方法中，提倡饮食、起居、药物和外治四大疗法。 针对健康长寿，藏医提倡远离病因，同时通过养生保健、精神卫生等方法，使存在于人体内的龙、赤巴、培根三大因素保持平衡，从而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。